Hello, welcome to HSK class. I'm Liu Lixin. 今天我们学习第四课。你们喜欢什么运动？ Let's watch videos first. 第一个，你们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游泳。我喜欢打篮球。我喜欢踢足球。李雪，你呢？我不喜欢运动，我喜欢看书。第二个，你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跑步。你每天都跑步吗？不，一个星期三次。你呢？你喜欢跑步吗？喜欢，每天早上我都跑一个小时。王源，你呢？你也喜欢跑步吧？不喜欢，我喜欢睡觉。Now the text.一，你们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游泳。我喜欢打篮球。我喜欢踢足球。李雪，你呢？我不喜欢运动，我喜欢看书。二，你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跑步。你每天都跑步吗？不，一个星期三次。你呢？你喜欢跑步吗？喜欢，每天早上我都跑一个小时。王远，你呢？你也喜欢跑步吧？不喜欢，我喜欢睡觉。Now the new words. 运动，游泳，打篮球，踢足球。跑步，次，小时，八。I will explain the keywords one by one for you. 运动，我每天都运动。他不喜欢运动。游泳，我很喜欢游泳。打篮球，篮球，打篮球，我喜欢打篮球。踢足球，足球，踢足球，我喜欢踢足球。跑步，跑，我每天早上都跑步。小时，一个小时，看一个小时书，睡一个小时觉。Let's review the keywords. 运动 sport. 游泳 to swim or swimming. 打篮球 play basketball. 踢足球 play soccer.跑步 to jog, 小时 hour. Now the grammar. We have three. I will explain for you one by one. The first one, 次，去一次，说一次，做一次，看过三次，一个星期三次。The second, 跑一个小时 complement of duration, verb plus le and complement of duration. 这本书我看了一天，我每天早上跑一个小时。八，你是中国人吧？你来过北京吧？ Let's watch the videos again. The first one. 你们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游泳。我喜欢打篮球。我喜欢踢足球。李雪，你呢？我不喜欢运动，我喜欢看书。
The second. 你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跑步。你每天都跑步吗？不，一个星期三次。你呢？你喜欢跑步吗？喜欢，每天早上我都跑一个小时。王源，你呢？你也喜欢跑步吧？不喜欢，我喜欢睡觉。Now the exercise time. First one. The answers: 游泳、打篮球、踢足球、跑步。The second. 你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踢足球。我不喜欢打篮球。这个星期我游了一次泳。我每天早上都跑步。今天我跑了一个小时。The third. 一，你喜欢运动吧？不，我不喜欢。一，你喜欢运动吧？不，我不喜欢。二，你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游泳。二，你喜欢什么运动？我喜欢游泳。三，你每天都跑步吗？一个星期一次。三，你每天都跑步吗？一个星期一次。Now the answers. First one. The second. The third.That's all for today. 谢谢，再见。